bus. 小魔女大冒险。小女巫娜娜来到了魔法学校。我是你的魔法老师，阿布克德布拉，阿布克德布拉。土、火、水、风。琪琪和妙妙被大魔王关起来了，快去把他们救出来吧。快使用魔法吧。快使用魔法吧！小心，大鲨鱼来了！哎呀，没有到了！救命啊！艾布拉达布拉！你救了我，可是妙妙也被大魔王关起来了，你可以去救他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可怜的小精灵，快救救他吧。哇，好多宝石呀！打败他就能救出他们了。他逃跑了，快追！阿巴卡达布拉！阿巴卡达布拉！